学们大家晚上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即将在这里举行国潮音乐节。本次活动的顺利举行，除了我们工作人员的积极配合之外，还要更加感谢建设银行的倾情赞助。那建行校园一码通电子钱包支付享优惠，满10元立减5元，每个活动期间最高可享用3次。那我们的优惠总额更是高达20万元，先到先得，额满为止，大家不容错过。哎，那么在开始之前啊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什么叫做国潮？是博大精深的汉字元素，亦或是意境深远的古风元素，怀旧复古的民国元素，还是特色鲜明的自然元素呢？其实啊，四者都是国潮源源不断的创意来源，也是国潮下年轻人的情感寄托。总而言之，国潮就是以现代思维诠释传统文化。那希望啊，通过本期音乐节呢，能够让我们现场的更多同学了解到中国元素，让中华文化在同学们的惊呼声中更好的、更为深刻的影响到大家，让我们的民族自豪感通过表演的形式在师生中愈发的浓厚，也可以使同学们更好的融入到福建工程学院这个大家庭当中，那感受我们的福工热情，传播我们的福工文化。好了，让我们直入主题，请允许我们宣布福建工程学院国潮音乐节现在正式开始。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三运集团协会 Never Ending 徐墨双为我们带来的《再次呼吸》Wherever You Are， 大家掌声欢迎。Thank you.
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